有影大只，你若在江东即嘛安尼，还袂袂衰着，我袂着，你今日几十块，几重啊？我是咧老人家咧袂惊，我怎家己行行，唔知会爽。行是无法咯，你。伊在都日本馆，日本馆啥物？啊？在日本馆啥物呢？这一般，这总共要总共差不多一个台，我想讲差不多。就不要办，你怎么弄的？这个厂规把你钉钉给你搞不了了。嘛，大家你讲哪个是闲的？你在身边无？你后边后边走，后边上班的，你干哪？你干规矩？你说人那不？你不后头路参加，你还是管？你不等坐坐，只能坐坐等等等等啊！我总共都正正常，你无伊哪讲？规矩都是闲的，不等你怕牌就是哪？新车没过磨合了，不能坐人太多。这里和所有的华城一样，属于国家国资委的，所以这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央企来的。这整个店是九平方公里。九平方公里。对。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也好。对，主要分为你帮我们介绍。对对，我慢慢来吧，慢慢边走边告诉你们，边走边介绍。对对，主要分为三个地方，一个大峡谷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大峡谷。大峡谷是主要以游机动游戏为主的，什么过山车啊、漂流啊这些机动游戏，就是大峡谷的项目。茶溪谷就是走走看一看，旅游观光的。等一下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茶溪谷，还有那个大华兴寺这两个地方，还有一个云海谷。云海谷是以高尔夫球为主的。等一下，我们会都会经过，在经过的时候，我会详细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边和所有的华城一样，都是以旅游加地产的，就两个项目合伙了，就地产加旅游。它所有的景区旁边都有房子卖，整个东部最贵的房子也基本上在这个地方，最贵的房子2.5亿一套。2.5亿啊？对。2.5亿一套，是的，大概1000平米左右。1000平米，对，全海景的，无敌海景。所以呢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一区进去这里。哦，这个地方。这里一共有8栋房，一个山头有8栋房子，光停一坪就2个。这个右手边这边就是员工宿舍。员工宿舍。对对对。这像现在，这两天属于旺季，过年淡季，每天来游客还没有员工多呢。对，旅游加地产的，也是上市公司，00069就是华阳城，就是这里。左手边这边的别墅区，这边每栋大概是320平米到350平米之间。每栋售价大概7000万到8000万，最贵的是1.5亿。上面这都是你住也是蛮晚吧？对，就不方便嘛，因为那个来回的话不方便。不过这个都有保姆的，这个保姆最简单的就会开车嘛。都会开车，
对，我感觉就买个菜都买不了，不可能走下去吧。对，这个入住率也不高，大概是这一共有62栋房子，大概住了也就13栋。住的人才13栋。对对对，很少。这边，对，当然买这个房子的人也不差这一套房子，这主要是，对，主要是度假啊，干嘛的？住下来住一段时间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路边上就这一家，左手边这一家有人住，就是路边上这一家。哦，小新家在哪里？其他都在里面，住的都在里面。哦，但是有时候晚上会很安静。对，晚上比较安静，晚上。对，因为自己一家人住这个。安静会很怕。对，晚上这路上只能看两个保安，现在人一个人都看不到。那保安是像华侨城里面的还是？对，华安城里面的物业的嘛。物业里面的。对，现在岗亭啊，完了都作为保安的。这边前面这些风车，这个是风力发电的。这个原计划它的设计是这个路灯啊，所有景区所有的路都由它来发电的，不过现在坏掉了。这个是荷兰进口的，修一个要60万一个，所以说没人管了。这里面可以啊，会不会里面可以去？啊，央企嘛，央企那个，反正以前肯定有国家补贴的，这完事儿了，没人管这个东西。看没有，左前方看到没有啊？等下我们现在会去到那个地方，那个是整个茶溪谷和云海谷最高的一个地方。前面那个。对对对，因为那个地方最高嘛，所以。那个地方最高。对，所以看风景的话就是最远的一个地方，全景嘛，就全部可以看到。那叫存档化，如果存档化，我叫存档化。现在进入这个地方就是云海谷，云海谷主要以高尔夫为主的。这边的别墅区和那边便宜一些，大概5-6千万一栋。这边这个最贵的1.6亿，但是现在很少人住在这边嘛。对，等一下湖边的会多一点，这边湖边的比较多哦。对对，湖边上快住满了，装了，好多装修了。那么穿啥子都爱啊嘛，这个位置，然后高头是咱老去走啊嘛，中间了，干搞。这个右手边这边湖边上，湖顶上最远那一栋1.6亿，是整个云海谷最贵的哈，这湖顶上那一个。对，说风水比较好。就是那一栋啊。对，这潮汕人买走的。风水比较好，1.6亿。那
1.6亿啊。对，这个风水是很好啊。是的，左青龙右白虎嘛，因为水是财嘛，后面靠山，后面还有一个大山呢。后面靠山嘛。嗯。那高尔夫。对，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是左手边是那个会员的，右手边是公众的，两个标准18洞的山地高尔夫。这在2011年举办过一次全明星高尔夫球赛，就山地高尔夫球赛，什么香港呀、澳门啊、大陆啊、台湾啊这些明星，全是明星。明星才可以玩得起。对，来这边举办是比赛了，11年，上海就没，上海都是些小的比赛。大比赛都去那些什么地方了？那个观澜湖去了。从这走下去到罗湖了，啊，在罗湖方向。今天不是那个纯元节嘛，不登高嘛？在登山的哦。对，都在爬山了。登山爬山的那个纯元节啊，我家。上面还有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开到顶上了，就不用爬了。上面还有，一道车了。那个火车，玩那个通票，就是大家我要茶溪谷一块玩，就可以坐那个小火车。300。坐火车就是坐那种300块。是啊，300，是吧？单车吗？坐一个人300块，就是坐闹一天嘛。不是，来门票一块300，不是说你坐火车三百，火车不要钱。火车不要，然后进去门票。对对对，进去的门票。
峡谷去吗？可以下去看一下是吧？全是空的镜。你叫给大，就是要进去这大峡谷里面看。你说谁能用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好挤。这新广告都拱掉了，我拱了。好。啊好。出名，伊较早宣传啊，早搞旅游旅游啊，你啊去当旅游，别个各种别个看好人了，有旅游个高级个落来，人啊推广啊，推广落来，经济个推广。我在你个高级是连山的，连山，三清山。三清山。这里不是连山区，那不是最新的。连阳山、三清山嘛，我都感觉是三清山是阳山。三清山，三清山，三清山，它就是红江边了。我接下来去往这个从这一带，你开始跑过去，你往这一带南边，你知道吧？武夷山。武夷山嘛，就是武夷山。武夷山边边啊，它边缘嘛。武夷山南边。武夷山南边。武夷山那个走边白，再下来就看梅。嘛是，就刚才走这边，走过去。那山顶用的，咱那走上我车，个走上我车。华阴寺，这个也是很大、哦。对，我们直接你开上去。啊。我们直接开到顶上去。哦。有老人嘛，要爬台阶了那的。啊，你们这边停一下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不是，我直接开上去，没到嘞。下了，就这轨迹了，这个。下面那条路要走台阶的。有老人嘛，就不坐好走嘛。直接开上去，就少走些台阶嘛，有100多个台阶。100多个台阶，才100多个台阶，你看老人走一下，他也知道几个。台阶了，我起来了，我上。没得，我跟其他哥讲。他多次大概什么代志都要做，但我未记啊。我都听伊未记呢。啊，真的是。啊，这个道理怎么样？道理是规矩的啊。啊，你去学哦。就是我们前几天他来去杭州了。